很棒啊，谢谢。然后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在基隆港边看烟火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嗯，还蛮舒服的，对。而且第一次办这种就是大型的，吸引蛮多游客的。我是新北人，我是金山。金山是我吗？啊，他是基隆人。今天主题好像听说是、那個、小美人鱼，你也知道，我听说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然后小朋友就很爱。画面上都是来观赏浪漫七夕烟火秀的民众，全家总动员。因此，国门广场、海洋广场与东岸商场，整个基隆内港廊带满满的都是人潮。很多民众都说，人潮多到超乎想象，应该有超过上万人。烟火秀会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基隆，欣赏。除了逛我们基隆的夜市以外，并留在我们基隆，多留一点时间，看看我们的烟火。而搭配烟火秀，在海洋广场举办的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送香氛蜡烛活动，也得到非常大的回响，很受欢迎。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在活动现场来关心，以便因应各种突发状况。市长说，周末假日两个新活动引起地方热烈的意见讨论。中原祭引进新的文化体育以及更多的观光的一些活动跟方向，一定是未来我们继续要做的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、需要调整的，我们都还可以来继续的做微调。举例，如果大家对于超跑有意见，我们可以改电动车，电动车也是未来本府要推动的趋势，无论是电动车或电动机车。如果大家觉得东岸中正路会打结，但因为东岸中正路比较靠近观光的人潮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移到西岸去，让西岸这边可以引进更多的人来游玩。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去尝试做一些新的观光旅游活动，这个是我们的方向。但是我们就这一次办活动结束后，我们会滚动式的检讨，希望能够把未来的观光办得更好。比如说昨天在看完烟火以后，就有人跟我们说烟火很棒，大家看了很感动，那我们就会说好，如果大家喜欢，明年我们就会有多几场烟火，而且希望烟火的特色跟它的设计也要有所不一样。所以我想没有事情是完美的，那我们是想要做更多更好的观光娱乐活动在基隆，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来调整我们的方向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